叫忽悠话题。我刚才不上，我刚才不上不明白。你也挂个门槛，那归咱们家的。你也不拿。啊，老家回好了吗？老家回。那咱就回来回来。多么对。哎呀，爸。哎呦，别吵吵，困的快点个钟。我也要买的。对呀。他们要便宜吧？明天便宜了点点。啊，比如说便宜了，我不要那么便宜了，我不要便宜了。快快。三个老好了吗？他拿送回去了。We'll be right back.